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很复杂，我们活在虚荣虚假的世界，难道我们生而为机器吗？我们为何而生？我们父母希望我们成为什么？芸芸众生在他们年轻时都成为什么样子？我们在生存还是在生活？这是所有你需要知道的我的信息，没有什么重要的了，像这个打印机一样，就是 A4 白纸上要一直填空不完的信息到他们的系统里。有时真的要让你的脸透透气，否则你的面具会和你融为一体，你就真的摘不下来了，你就真的变成所伪装的人了。你知道，人之所以孤独，是因为不敢迈出第一步。现在我要迈出这一步。有请来自16广播电视编导文艺编导方向的庄灿杰带来原创歌曲《小丑》。
风浪雨来，常要听信小兔子，你在哪里？你只需给我拥抱，你便可。